老板，已经报警了。没事，小小的报警。等等，什么事？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伤害小小？想知道的话，自然有很多办法知道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保护不了小小，那就我来报。谢谢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？你不觉得他很可笑吗？ 如果你把我当兄弟，你就离他远一点。我离他远一点，兄弟，你还有脸说兄弟啊？